王思聪身边从来不缺美女，与其有关的绯闻女友也非常多。还没等大家对王思聪新女友有深入了解，王思聪又换了一个，因此一直来没有哪位女子能够真正走进王思聪的内心。近日王思聪又被传出与演员陈雅婷相恋，两人更是穿情侣装同游迪士尼，非常甜蜜，热议不断，颇受关注。9月4日有网友在北京一家涮锅店偶遇王思聪，其身边有美女陪伴，该女子正是王思聪绯闻女友陈雅婷。王思聪和陈雅婷坐在一起，两人穿情侣装，吃饭过程中陈雅婷还不忘给王思聪递东西，两人手几乎拉着手，举止非常亲密。陈雅婷扎着马尾边玩手机，整个人看起来身材非常不错，而且很漂亮。与王思聪之前绯闻女友相比，陈雅婷确实很大不一样。王思聪绯闻女友陈雅婷据悉是一名演员，不久前陈雅婷与王思聪同游日本，王思聪为陈雅婷仅买东西花费了800万日元，约合50万人民币。看来国民老公王思聪对陈雅婷也是不惜下血本呀，或许真的想要好好交往。此外还有网友在迪士尼偶遇王思聪和绯闻女友陈雅婷，二人穿卡通情侣装，王思聪搂着陈雅婷并为其称赞也非常绅士，着实有些甜蜜。陈雅婷1994年出生，今年24岁，不久前刚刚过完生日，出道这些年演过不少影视作品，但都是以配角的角色出现在戏中，而且还和杨洋、张天爱一起演过《舞动乾坤》。对于陈雅婷，外界已给出了这样评价，其容貌清秀，身材修长，青涩稚嫩，是一个随性自在的明朗少女。